哥，你是不是吃了我的麻球啊？怎么才一个？你不说你吃不完了吗？我就替你分担了一个。对哦，我忘了，可是我也没吃饱啊。没吃饱在学校买点不就行了？算我请客可以吧？这么热，我才不去嘞！要不你自己动手做点麻薯。这么麻烦，不做。哥，你不是不会做吧？那你就得把我的麻薯原封不动的还回来啊！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快点啊，不然我就去告诉婶婶了。哎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等我吃完再回去做可以吧？那你加快速度啊，我先撤了。你能遇见他，要他别怕。怎么这么大南瓜做什么呢？哎，小哥，给我买吐司怎么样？可以吧？是吧？好，你放在这吧。给我留点啊，给这边吃光了等一下。温暖晚空的，不是没了吗？怎么又吃啊？我忘记了，冰箱还放了几个。你这橘子什么时候买的？小杰买的。小杰买的？嗯。他冷吗？我们没看见吧？哎呀，昨天每个小时出来玩点游戏去了。你去找一下。我们单枪匹马，各自远方。我要来。原来从未走出那片云烟，藏在老人头上。小蝶，小蝶，来上来，我刚去二叔家玩，你也喜欢拍照。悄悄拍照。不用了，我出去不是很好。行吧，那我不会摆姿势，没事，随便。看我没翻车。来，小杰，吃点吃，看跟他那个南瓜饼比怎么样？早啊，你什么味道啊？这多久吃的？这是啊，我几个月了啊。小杰，下次来我家里上来，别拿我的手机，谁都不说我的。真的？那我。可以，到时候别打脸啊！行，那你到时候也查查。